头家啊，要找市场的货车，紧来哦！赞。啊，这只车吼、开起来吼，内盘点啾啾，无啥物声。一般吼、货车咱也咧开吼，开起来拢会滴滴咚咚安尼。不过这台货车吼，伊的使用率吼，真正无悬啊。啊，所以讲开起来吼，真正实在是真顺，而且佫真好开，安尼。各位头家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广义汽车。咱各位头家朋友啊，今仔日恁有咧找四轮传动的货车，请恁来看这台。今仔要甲大家介绍这台水当当的中华凌力 1.3 的四轮传动的货车。这一台2017年哦，这只车是。我所看到的吼，内底吼真正规粒车头、甲车斗啊，以及甲底盘吼，规台车水当当吼，而且这台车吼，会当讲袂输那七套的轿车共款，根本拢无啥咧做粗重啦。啊，所以讲这台四轮传动的凌力 1.3 的货车吼， 1.3 的引擎吼，伫咱这个营运方面吼。伊个加油吼，佫较省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即个引擎吼，伊经过进前个清洗啊、改良了啊吼，伊个清洗省油性较好，而且吼，伊个引擎吼嘛佫较耐用吼，所以讲，即台车伫咧即个原有个车主吼，顾车吼顾到哪命嘞吼，会当讲个吼，咱佮看伊个车头、佮伊个车斗啊、啊佮底盘吼，真正逐项拢水当当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凌力货车的内装，你看我这个仪表板、简直是跟新的一样啊！而且你来看哦，我们这一台车、你看它的座椅啊，这个基本上、座椅都是保持的相当的漂亮。一般我们的货车的使用、大部分、使用一段时间以后、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这个座椅、它的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。都是已经破掉，然后要换了。再加上我们这个它的以及的顶棚啊，它这个顶棚的部分啊，整个都保持得相当完美哦。你看四轮传动，很少看到，我自己就本身啊，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四轮传动啊。你看里面一点刮伤也没有，这台车真的是很漂亮，而且里程。才跑90,000公里而已，所以咱这个头家吼，若要买四上的朋友吼，一定会记得来参观阮这台2017年只有跑90,000的凌力 1.3 四轮传动的货车哦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